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。方舟啊，现在玩的叫沙漠篇。我们上回啊弄了一个 APEC 的这个鱼暴龙，想让他帮我们打架去，他的安得1000多个那个 APEC 皮，你这不白抓了吗呢？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需要珍珠啊，珍珠的话咱们上哪儿搞去啊？我只能带他去打架去了，打那个机械的恐龙，要不然就上哪儿去掏去。哎，这里边有没有啊？这里边是不是有珍珠啊？哦，这里不有吗？那我掏聚合梨窝吧。OK， 我进去掏去啊。OK， 我看一下啊。小伙伴说让我抓一个玛纳加尔姆。掏聚合梨的窝能有一点是吧？这附近呢、啊，竟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啊？那咱们去掏去吧。珍珠得需要几百个呢。做他的安呐，也不知道这货打架行不行啊？不行可糟糕了，这附近全是，你看这还有一个，这里边没有哎，只有稀有花朵蘑菇，掏吧那就，可能会挨揍啊，是吧？聚合梨恨死我了得，掏吧还有吧，老多了这儿，我记得咱们这儿就盛产那个聚合梨的窝。看不清啊，哪有啊？有吗？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啊，掏一下吧。我看看啊，小伙伴们说让我抓个那个玛纳加尔姆也行，咱们抓一个，最好是能抓个 APEC 的。这有聚合梨，他们会揍我、哎。这里有没有？这里也没有，没有还拿吗？那你拿吧，是吧？去什么玩意儿？我把他弄死了，我怕他能不能打我。先有一个地狱猴子的，我还说啥了是吧？哎，过来打我呀！聚合梨打架也，我估计也不行啊。那什么玩意儿？镰刀龙啊，20级的镰刀龙，这能打多少啊？这还有那边还有个聚合梨的窝。有的给珍珠，有的不给。好吧，那就掏吧，就啊。啊，这还有一个，我去，这么多啊！这里有，才20个，太少了，不够塞牙缝你真是。那前面还有一个，掏吧。镰刀龙，把它弄死啊！打我52滴血。还有吗？哦，那还有一个，好多呀。我先把聚合梨干死了啊，省得他龙鳞打我吓我一跳。这16个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得攒到啥时候啊？这边还有，哦，那边还有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多啊？这还有呢，蘑菇，我都能做点那个什么了啊，大回血药了。我有大回血药，我去挑战一下那个什么，地狱的什么的啊，27个，哎呀，也不少啊，这么掏啊。这还有呢，这里边没有啊，这里边有点蘑菇。行，稀有花朵、稀有蘑菇是可以做那个什么的啊。哎呦，这还有，我去，这么多啊！做大回血药啊，我们就可以这个越级打点那个烈点的恐龙了。前面还有，哇，这地方太多了。给我！哎呀，没有啊，没有珍珠啊。哇，这还有。掏吧，管啥玩意儿，我就拿不动了，好像有。还有吗？没有就回家吧，应该是没有了。这已经不少了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咱们先回家啊，然后咱们看一下。回家，先回家再说吧。得抓一个，现在抓一个能打1阶 boss、2阶 boss 的一个恐龙。我这个肥猪打架倒是行，还是稍微有点差劲啊。没有什么正经的。哎，我的妈！珍珠，我都给塞进去呗。哎，我的个妈！花朵弄了好多，50多个，还有水泥，这破玩意扔进去吧。APEC 的蛋，
我现在还有阿尔法的有5个，阿尔法打架不行啊，主要是，破裤子，还有啥没？三界的饲料，三界饲料没啥用啊。珍珠呢？珍珠有90多个，咱们看一下啊。黑派克，是这个吗？不是他，哪个是？这个是吗？这个是1700个的，珍珠得500个，金属锭得500个，神经病啊！好吧，那我看一下，哎，咱们能，咱们做点回血药吧，10瓶也行啊。拿着这个啊 ，APEC 的回血药是吧？行行行，拿着这个，我看它是多少，恢复10%的啊，30秒是吧？恢复10%的，我现在只能抓阿尔法的那个恐龙哎，我就有那个 APEC 的，咱还得抓 S 打头的，S 打头的也行，武器大师什么的啊，我还有一个呢。就俩呀，没有了。阿尔法的蛋再准备点，我们还能做。要不做这个吧，这个打架挺厉害的。做这个吧呢。阿尔法是谁是阿尔法？你是吧？他是啊。他可以下蛋。我看看啊，你把东西都给我。那个谁白果子给我呗。我身上怎么这么沉呢？ OK， 我看看木头给你。怎么都给我了？这有点水泥。水泥咱们扔这儿啊，水泥都是有用的是吧？行，然后那个谁给我下蛋来的？他是吧？白果子给我，行，然后，你还有吃的没有啊？你给他点吃的，他饿死了，啥也没有啊？我给他 K 点吃的啊，这样呗。那咱们就抓那个 S 打头的吧。 S 打头的里边有什么马，有那个飞马，还有那个武器大师、核弹大师什么的。 S 打头的啊，可以了吧？然后把它，东西给我点，果子给我点就行。 OK， 然后给这个嘟嘟鸟啊，是吧？这个给你，然后飞行的呗，是吧？下蛋快这个啊。白果子给你，然后这个给你，然后需要一个秒熏药，50%的吧，行，然后飞起来，在空中，对，然后呢，给他加个饱腹度啊，加，然后给他吃个这个，撤回来，然后给他吃这个，下蛋，哎呦我的妈，你这饿的也太快了，下蛋没有啊？行不行？下没下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等那个药效过去的，秒熏药效过去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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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了吗？你这太费劲了，下两个蛋是什么鬼呀？你都不够药钱的，我去的！哎呀，他给的是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可以当那个什么用啊？代替传统的肥料。你这，哎呀我的妈！我看一下，屎，粪便胶是吧？粪便。OK， 这个过去。哎呀，那这玩意儿咱们，给谁呀？我看看啊，咱们是不是有个嘎茶？有个嘎茶，我把这个给那个嘎茶吃得了。嘎茶，我看看你能不能给我弄点那个什么生产木影，不是这个沙子，腐化木头，有机聚合物，没啥用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这玩意儿可以当肥料，给他有点白瞎了。哎呀，谁还是那个阿尔法的？这叫他是，他为什么下那么慢呢？我带他去看看啊。我这是阿尔法的吗？是 APEC 的。
阿尔法的啊，你不行，给我吧。来，给，我带他去下蛋就干了啊。飞行的其实要比他好是吧？这儿啊，这儿吧，我先准备准备。我的妈，你身上怎么东西这么多？饱腹度，然后呢，白果子给他，然后回血的给他，然后来一个50%的，飘起来没你 ？OK， 然后吃一个这个，然后吃这个。哎呦我去！你看这蛋下的，我去！哎，你看人家，刚才那是雪鸮是吧？鸟用没有？你看人家蛋，我去，我眼都看到了。药效过去就完事了啊！哎，没了，也不多呀、啊，全是屎啊！哎我的妈，那也够了啊！蛋给我！我去，我捡不下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我回去，回家。多少颗啊？20颗，可以。可是我走不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石头给你，这怎么？这是甲龙的鞍。哎，我还走不了啊，怎么？这个给你，破石头，行了吧？小伙伴说不要的都给嘎茶也行，我现在不没空吗？20个蛋，给，然后给我做那个，这个是不是 S 打头的？我只能做三个啊，需要 A pack 的蛋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好麻烦呐这。三个够了，我先这么留着得了。这还有一颗蛋，捡了吧，扔了白瞎了。哇，这蛋好亮啊！我以为飞行的好呢，它食物太少的事儿是吧？下的就少，它多呀，是不是 ？OK。那先带三个先去抓看看呗，万一行呢，是不是 ？APEC 的龙有雪鸮，这个是 APEC 的，然后好像就没有了，先这么地儿吧。OK， 蛋塞进去啊，然后咱们去试着抓一个去。KI， 现在这个马队是个挺大问题，是这个吧？三个，然后我看看啊，TOIX 没有吗 ？TOX 吗？那个麻醉子弹叫啥呀 ？BULL 倒是有，这个麻醉弹不厉害啊，主要是。这个是吧，我需要这个，拉倒吧，这粪便又干这么多，哎呦我的妈，粪便我都给那个谁得了，我给嘎茶吃了粪便。粪便我都给他吃了，别叫唤，这样好，嘎茶来吃屎，还真是给吃食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准备好，然后这边粪便，这样呗，然后我就开始扔呗。哎呦，等会儿啊，不对 ，OK， 然后点这儿，然后我开始扔，快吃食，好多的屎啊！我这样好吗？别吃屎！